一行禅师怎么爱？今日的题目是有用的三句说话。将怒气闷在心里面太久是不健康的。如果你火冒三丈，没办法平静地说话，可以写一张字条放在对方看得到的地方。以下三句说话可能有帮助。第一句是：亲爱的，我好痛苦，我好生气，而且我要你知道。第二句是：我正在努力。这个表示你可能在练习正念呼吸和行禅，你不让一些有气的说话脱口而出，或者做出愤怒的行为。第三句是：请帮助我。将这几句说话背了下来，或者写在信用卡那么大小的纸条上面，放在银包里，生气的时候拿出来看看，就知道怎样做了。